就是那个咱们前期试网，这个网绳根据你个的需要，我是怎么着试，我得找这个把它割开，不知道和这个粘在一起，不就光粘网网绳。这个盘够了圈以后，这地方你调整的时候，看你这个后把的能举多高，你看你举多高。我先给你拍一个水工试网啊。这水试网是把这个网顺着这个地方，你怎么拉上来的？这是咱们把网拉到咱们这地方，对吧？你看溜开以后，把它这么溜，拉两至三个兜，放到这个地方。放到这个左手当中，一定要干净利落，这别粘在一起啊，压紧。这个网拿着，这个手拿这个网轿子往线拖着，后把举起来，主要是后把举起来。有的时候这个手是这个形状的啊，是扇形的，看着看我怎么溜。这个后把一拽，这算溜开了啊。后把拽，它的手它就手一蹬就算开了这个地方。你看溜平了以后。再拿起一个兜来，六成以后，这个网轿子它是平整的，不一整。咱们再来一个那样试网，怎么试啊？那样试网，咱们是大开一梯子这么大一梯，拉网都是这样拉。拉上来以后，你可以把它这么着一翻，不要动它啊。也是拿两至三个兜，也是放在这个地方。放到左手当中，这地方一定要规整，别乱了啊！也是这个手拖着这个网轿子，你看这个拉上来的这个网轿子，它是平整的，不乱，围得快啊！我这咱们这是演练，这是在水中啊，这在哪儿能使是把这个后把，主要是后把举起来，这就可以了。逮网，这拿起一个兜来啊，我给你演练一下逮网。关键这儿啊是个平行的，不要粘在一起。这么把这个网轿子往下搓，搓到虎口当中，这是为的好发力，朝上手。这个拿起来，你看这网轿子，它是个平的。反过它来，网轿子从外把它拖到这个手上，根据你自个儿的那个得劲儿就行了。打转身的时候吧，发力，让这个网轿子带动着你发力，网轿子随着你这身转。那个腰力随着网轿子走，这样可以有那个惯性。这个是撒脚命，但是我建议你们拉网的时候吧，要三分打鱼，七分拉网。我们拉网都是这样，到了水以后，我先把它蹬蹬，蹬蹬有响动，这个鱼它都散着过去了。看人家好，人家不造不长多少。稍等啊，稍等，你看看这鱼吧，啊，一个人拉不动了，哈哈，这是以往的啊，再看看咱们这边啊。弟妹，嗯。看看啊，看什么叫鱼多。我耶！看什么叫有鱼。看。哈哈。我操！我怎么的？老六。老六。来吧，咱们先吃网。来，抽。你看他妈！我拿广西，跟着我一个大朋友，别给什么的。来，啊，带一个。